怎么又是这里有花，身上有赘树陷入发芽，在这高楼写下你电话，不问于事有何是我们第一次合作，然后也是第一次唱。对对对 ，How do you feel? It feels really high. Yeah， 是很 hyper。然后我们这次我找了这个 Disparity， 对，然后他是跟我一起写歌的，对对对，朋友。然后我们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是，所有创作里面应该算是最适合也最希望找到你合作的。Oh really? Yeah， 当我提出 Julia 的时候，他大概就是很嗨。没有，我觉得很开心有这一首歌的这个机会，因为我平常很少可以去玩这样子的曲风 ，OK， 所以这一次就是 Hope 这个就整个就开了，就开哇，你很 sexy， 整个很 enjoy 这样，我觉得很好玩 ，Yeah， 所以那 flow 很棒，对，很期待就是之后你的创作也可以开始有这样， different, 对对对 ，something new 这样不一样的东西， yeah, 因为刚刚我们在录影前还看到 Julia 在偷吃香蕉，对，我是体力不支的状况，对，就是早上没有吃东西，然后就是弄。那你要跟凯哥说，让你的工作量稍微少一点。会的，会的。弄香蕉是 healthy， 香蕉很健康。Yeah, 对对对对。早上帮助上厕所都很棒。太 detail， 太 detail。